今天谁来看我了？公平检察官就来看主任，不然主任关太久了。你人好好哦，你还记得主任？一定就是。我想说什么时候约的？就我昨天喝醉吧。不要对我有任何影响。所以你喝醉酒对多少人都是我爱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牢狱生活。牢狱生活。然后外面的人，你们慢慢玩。那个嘉玲扮那个小僵尸还蛮可爱的。好帅啊！谢谢。它的火焰气死，没错。主任有跟我说，一般黄气死你不能烤，因为只要一烤过去就变黑的，所以一定要这种马自拉气死的气死才能烤。哦，你味道这样。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辣椒啦，多赞呐！一定就是，你来过。他明明是想把我干掉之后，自己当外景主持。学长一直拿你那个奖，我就很想去多摸两下。是啊。身为一个演艺人员。能够得到一个金钟奖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啊啊！对不起，对，这你的金钟奖，你这是什么金钟奖？好了，还来，谢各位。这你的金钟奖，你这是什么金钟奖？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在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牢狱生活。我们的牢狱生活，吃麻辣干锅，过得毫不惬意这样。外面的人，你慢慢玩。对，就陈恩大报应的事情看过。你说婚礼的那个吗？婚礼的那个，你被打惨的那个。我被打惨的那个。打了好几巴。几巴？几巴？其实，打了好几剧情几巴掌。哦，对了，剧情有几巴掌，然后掌听起来怪怪的，好骂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。不要对我有任何的遐想，好吗？今天到我们家吃麻辣干锅，那时候你跟我讲说，我有点讶异，我想说什么时候约的？我心想说，是我昨天喝醉了吗？所以你喝醉酒对多少人说过我爱你？我爱，所以说什么？其实我那场婚礼你没有来，我有点想你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子哦。我想说我们的黑奴场就没有来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我们 PO 的照片，明明是。那我只能四个人，没错。那如果刚好那个位置又刚好在你的西装前面，那一张我真的看不到我老公，整个影身的。我开玩笑，我就说，为什么其他公司照片大家都有，就你没有？我在后面。因为你的是黑西装，他是黑衣服，他整个挡住。我告诉你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第一个去拍照的就是我，是这种扮相哈。这辈子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次，应该很难了、啊。因为那天那个嘉玲扮那个小僵尸还蛮可爱的，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不好？今天怎么那么突然呢？怎么竟然我们家吃这个干锅？你的 ending 也做太烂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